话是农历什么？
灯笼。如果家有，其他有。
大概呀，给呀，你住在妖魔，今日说话的是哪？哎呀，他那场中午。就是。
浪还挺多的。啊，六六六。
大半夜去，好像是九点多。把树也卖了。
个拍的，拍每个人的拍。
哎，我懂一句。对，哎，侬讲，不要搞到刚才都搞搞好啊，十九十岁小孩啊。
女孩子女孩了，那么就你沟通一下，你要你干什么了？朋友一起。